บักกะบูดอททีวีYeah!
生活的突如其来，我总想挣脱不该属于我的手，你却抱紧我，说你在乎我。你背着我说起从前，一个人拖延着时间，我想着听着你诉说，眼前却模糊了一片。你拉起我曾犹豫不决的手，向前慢慢走，一起慢慢走。Yeah.